这个行业最辛苦的，收完了，然后种了那么好的东西，就卖不出去这样子。既然是农夫，就是需要做到教育的这个责任，还给我们的消费者更加珍惜食物。你对于这个自然有一份保护的力量在，也希望未来我的小孩子也能够看得到这片农村的景象。付出就是继续，这个土地继续个奋斗，战胜过我们现在的每一刻。当然。